是亚伦在微博上晒的甜蜜合照跟日常的乐的互动，常常给单身狗们喂了满嘴的狗粮。四口之家的他们更是被称为娱乐圈的模范家庭。而说起亚伦的爱情故事，相信熟悉他们的人对此都很是了解。年轻时的红星在香港影视圈中也算是女神级的人物，清纯靓丽的外表曾让其享有被虎西施的美誉。按理说，就要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人背后肯定有一个好男人支持着她，可是对红星而言，她的感情经历却是那样的历经波折，与兴奋男友莫少坤分手，怀有孩子的她独自一人将孩子抚养长大。也许上天知道红星这位单亲妈妈不容易，所以来大陆拍摄电视剧《我命运》时，让红星结识了现在的老公张丹峰。不知为何，当年24岁的张丹峰一眼就爱上了这个比自己大10岁的女人。也许是她善良、孝顺、有爱心，正满足了他心中完美女人的形象吧。我能不能喜欢你？随便吧。简单的一句表白，两人的爱情就这样萌芽了。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两人最终结束了4年的爱情长跑，一同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几年便有了爱情的绝境女儿张希彤。很多人都说当年红星与张丹峰在一起不仅年龄相差甚大，而且男方的名气还没有女方高，两人在爱情的道路上一定走不远。可这些年来，他们在婚姻里的甜蜜日常却恰恰打脸当初那些不看好他们的人。张丹峰是红星的儿子未挤出，对红星百般依顺，而红星冒着43岁的高龄为张丹峰产女，彼此为对方爱的付出让旁人看到都为之羡慕。原本以为这对夫妻会一直幸福恩爱下去，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却多次被卷入婚变传言。这不，2月21日凌晨，红星在微博上发文：怎么才能做个聪明的女人，我太笨了。紧接着删除后又在早晨重新发文，直到今日该发文还在红星的微博中，没有被删除。不同的时间，相同的文字，敏感的字眼一度让网友们揣测两人的婚姻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难不成又是经纪人惹的祸。毕竟前几个月张丹峰和经纪人毕明的风云风波闹得可不比吴秀波的轻啊。一张亲密合照中，经纪人毕明拉着张丹峰女儿的手，两人的站位比妻子红星的都要亲近，有种错觉这三个人才是真正的一家人。而网友扒出张丹峰和毕明两人曾穿过情侣装、戴过情侣表，工作室法人还是经纪人毕明，毕明曾公开表白过自己喜欢张丹峰，因为你好看，所以天天偷拍等这一系列暧昧的猛恋爱，更是让这个传言多了那么几分真实性。但尽管当时外界对张丹峰出轨风波吹得天花乱坠，作为妻子的红星仍然力挺自己的老公张丹峰。她努力澄清张丹峰与毕明并没有不正当关系，只是因为老公把经纪人当妹妹一样看待，所以对其比较好。之后红星还带着张丹峰在节目上对此事做出了解释，一家三口同框亮相那种感情从未变质，此事才慢慢平息下来。再说回此次红星的凌晨发文说自己太笨要做个聪明的女人，这些话更倾向是一个女人的感情生活发生了变故的话语。而且最近一些日子里，红星的微博里少发了她与老公张丹峰两人的合照，而张丹峰今年居然没有转发任何有关女儿生日的微博，不寻常的行为加之含糊的言语，怪不得网友们质疑二人的婚姻亮红灯了。对于网友们在红星这则微博下的评论，传言夫妻两人的婚姻出现状况，红星的工作室则是用4个字果断回应都是假的。另外坚称该条微博与婚姻无关的红星说辞还是有些牵强，难以让网友信服。就像此前他发过的一条微博，打女人的男人要不得，曾让人一度怀疑是不是遭遇了张丹峰的家暴。不过他本人也澄清说，这只是看了一个女人对男人摆低视频后有感而发，与自己的老公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不少网友还是觉得他有种圆场的意思，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说话还是要清晰明了的好，免得含糊不清的话语惹来大家的非议与猜想。要知道现在的网友捕捉八卦的眼神太过犀利，嗅觉太过灵敏，小小年头也会被他们挖掘出来的，小事也会说成是大事。但愿这次传闻红星与张丹峰的婚变并不是真的，希望两人一直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电影《浪番茄》编辑部叶小暖。